大家好，我是荣安，欢迎来到月 Yoga。 本期为大家带来一套针对初学者的瘦身瑜伽，没有任何复杂高难的动作，却仍然可以有效地活动全身，燃烧脂肪。如果对于你来说一个人坚持瑜伽有些困难，那邀请你加入我们将在三月举行的为期28天的瘦身打卡瑜伽营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月 Yoga 瑜伽，在那里获取相关的活动信息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来到垫上。我们来到金刚坐姿，双腿大大分开，与垫同宽。呼气，双臂向前延展，带动额头慢慢触地，臀部坐实脚后跟。如果暂时做不到脚后跟，可以在臀部下方垫放一块折叠的毯子。进入体式以后，慢慢的放松双肩，感受到背部的伸展。调整呼吸，让你的呼吸深长而又均匀。注意鼻吸鼻呼，感觉你的身体不断沉入地面，手臂肩膀沉重，感受你的双肩以及两侧髋部正在被温柔地打开。吸气，抬头，慢慢的推起身体。我们来到四脚板凳式，双手分开，与肩同宽，肩膀在手腕的正上方，双腿分开与胯同宽，髋部在膝盖的正上方。准备吸气，抬头，腹部下沉，呼气，拱背低头。几组猫牛式，吸气，胸腔上提，呼，一节一节卷起脊柱，根据自己的呼吸频率来启动激活我们整根脊柱以及你的腹部肌群。继续吸气，抬头，肚脐找向地面，呼气，卷起脊柱，双臂远远地推离身体。最后一组猫牛式，有意识地去启动腹部核心力量。接下来伸直右腿，右脚勾脚，目视地面前方一点，收紧核心，保持呼吸。呼气落腿，另一边伸直左腿，左脚勾脚，左腿以及身体的中段保持紧张。呼气落下，准备双脚点地，膝盖逐渐远离地面，保持屈膝，尽量将坐骨送向天花板的方向。慢慢来到下犬，脚后跟依次踩向地面，登山步，慢慢活动打开双腿的后侧。保持屈膝，臀部高高向上向后推起，
吸气，双脚慢慢走向垫子前端，顺势活动一下你的手腕、脚腕，保持背部的延展伸长。好，双手握肘，保持屈膝的状态，拉动上半身向下。吸气，伸直双腿，展平背部，目视地面前方一点。吸气，慢慢的屈膝，双手合十于头顶上方。呼气，回到胸前，山式。双脚稳稳扎根地面。再一次吸气，双臂向上，呼气，屈膝换椅，双手合十来到胸前，感受到双腿的紧张。吸气，伸直双腿，双臂延展，呼气，来到半前屈，尽量的展平背部，找到脊柱拉长的感觉。呼气，屈膝低头，再次吸气向上，呼气，山式，迷你的拜日。我们继续，吸气，双臂向上，呼气，换椅。吸气，伸直向上，呼气，半前屈，展平背部，呼气，前屈，腹部贴向大腿面。吸气，抬头，回到站立，双手合十回到胸前。吸气，双臂高举，呼气，合掌换椅。再一次吸气，直臂向上，呼气，半前屈。吸气，准备，呼气，折髋前屈，保持屈膝。吸气，双臂高举，呼气，双手落回胸前。再一组，吸气向上，呼气，换椅，吸气，站立，呼气，半前屈，吸气，延展，呼气，折髋前屈。再次吸气，抬头，准备右脚大大一步向后撤回，右脚趾尖内勾，立起身体，来到战士二式，双臂平举，眼睛顺着左手望出去，收紧双腿，核心有力，呼气，屈左肘，来到左膝上方，右臂天花板方向，眼睛看向右手，吸气，腰背发力，带动身体向后打开，反转的战士，眼睛继续通过左手望向上方。
好，收回右腿，再次半前屈，呼气，指尖点地，左腿大大一步向后退回，吸气，站式二式，眼睛顺着右手指尖望出去，呼气，朝右侧打开，眼睛望向左手指尖，吸气，反转的战士，前腿弯曲再多一点，后脚踩实地面，好，吸气收起，撤回左腿，再次来到半前屈，呼气，折宽前屈，接下来撤双腿向后，膝盖点地，注意肩膀仍旧在手腕的正上方，双腿自然分开，呼气，夹紧手肘，让你的身体慢慢落向地面，继续保持手肘收紧，肩膀后撤，推起身体，小眼镜蛇，双手离地保持一下，呼气，再次推起，来到起始的位置，撤回，婴儿式放松。接下来我们继续，推起身体，呼气，上半身落地，收紧双腿，准备推起上半身，掌心离地，腰背部主动的去发力，呼气，膝盖点地，推起身体，来到斜板的变体，再回到婴儿式放松，一个 mini 的 Vinyasa。 再次变体的斜板，呼气落下，推起身体，掌心离地，双手推地，回到婴儿式放松，接下来一个呼吸，一个动作，再次吸气，推起，屈肘，上半身落地，吸气，小眼镜蛇，掌心离地，推起身体，回到婴儿式。好，接下来左手穿过身下，右手绕过身后，扣住左腿大腿根部，转头向右，扭转放松，吸气，慢慢的收起，呼气，另一边，左手绕过身后，
好，吸气，慢慢的推起身体，再次收拢双腿，回到金刚坐姿，双手交叠，拇指相触，禅那手印，在这里进行最后几组深长的呼吸，来重新感受消化这场练习。最后，双臂高举，掌心合十，抵触眉心，再来到胸口。感谢你选择和我一起进行这场练习，我们下期再见。 Namaste。